Hello， 宝宝们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个东西，派大星还行，从来没吃过。说是吃这里面的籽，煮蒸熟了吃这里面这个，看到了吗？这个籽，尝尝好不好吃啊？我挑战一下。说是特别鲜吗？你也不知道到底啥味儿。嗯，有点那个鲜味儿啊。就是那个螃蟹后面那个，就是里面那个膏，那个有点那个鲜味，还不错，还行，还不错啊。扒开吃里面这个还行啊，比我想象的要好吃多了。我在拼夕夕上买的，这一斤是，哎，多少钱嘞？几十块钱嘞，忘了。快尝一尝，鲜，还带稍微有一点点的苦，也不知道是我蒸的时间久了，还是就这个东西啊。以前都不知道它这个东西还能吃。那天刷快手，看见别人有吃的，我才哦，我上网一搜，果然有卖的。真是这个人类，真是食物链顶端的动物哈，真是站在了食物链顶端。没有它不能吃的东西。还有一个。这是一斤，我买的是一斤，一斤忘了是几十了。像粑粑一样，但是味道不错。OK， 这一个解决战斗，吃了了，完了这几个。我要留着给孩子们尝尝，我妈我爸两个孩子一家一个。